睡觉。
谢谢本地。
现如果有遇到男朋友说要帮你掏耳朵，并且前戏非常多的话，千万不要听他的，他可能是看了我的视频，或者你的安全头像，千万不要让他掏。我以后有时间做一个女生帮男女朋友帮男朋友掏耳朵的视频。
想把这个拉下去的，要不是我没有穿内衣。我今天想穿的就是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我还穿个内衣的话，我真的会被累死的。所以我今天等于在这个里面没有穿，没穿都那么累。要不是我没有穿，我就把它拉下来。
谢谢了，十万关注的福利，各位的，今天就到这儿。